们借由翻转字体台湾，转90度后是英文的 Hi Taiwan 来表达我们的理念。虽然这是我们10年前就开始在做的事情，直到最近2年我们才正式创立了工作室。我们希望可以为台湾的文化做点什么。在这个庞大文化冲击的现代，我们为我们热爱的台湾不遗余力的打拼。我们想借由翻转文字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翻转即为交替，同理心就像我们长大的这片土地一样，很多事物如果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会发现它不同的面貌。就像我们热爱这片土地一样，它包容着许许多多的文化。我从高雄的家出发，10多年前开始从事翻转文字的设计。我运用目前在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2种文字为基础。我很热爱我成长的家园，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融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决定用不同的语言来创造连结，一笔和一画的设计来做一些巧思，以堆叠历史的方法，在坚定的文字里也有柔软的态度。翻转90度就能看见不一样的字体结构。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爱这片土地，并且守护这片土地的文化。